全民大会考，请问哪一个不是今年底要举行的选举？台北市长、屏东县长、总统大选。总统大选。答对了。第二题。OK。请问今年冬季奥运在哪一个城市举行？加拿大魁北克、南韩平昌还是智利圣地亚？南韩平昌。答对了。刚好看到了。最后题，请问哪一种食物对长肌肉没有帮助？鸡蛋、牛肉还是果汁？果汁。哇，好厉害，好强！这不是本职馆长。OK。新年快乐，我是馆长。浪赖全民大会考要争出题关了、啊，现在就上全民大会考。粉丝团出题目，如果被采用，还有奖金。2月15号除夕晚上，馆长我在全民大会考立即下载浪赖追踪 ID。是7个8哦，就是让你发，让你一路发。